好，今天来玩绿巨人模组哦。这次他改版啊，增加了一些不一样的特殊招式啊。看一下左下角有一个集气能量表，绿色的部分，红色应该是他的血条吧？绿色，哇哦，所以他越打越增加的样子啊。累积到满会怎么样？变身了他，绿色集满会变身哦。这速度变超快，等一下，哇哈哈，太扯，这是什么？攻击波，哇哦，集气，哇，这大范围的呢，风撞，哇，人都飞走了。我看看他还有什么招式啊？拍手的，我来瞧一下姿势，就是这里，哇哦，人都飞走。哇，这招强，没什么杀伤力，就是把人家击退对方这样子。哦吼，车子也飞太远了吧？我看看，来这边这边，哇，好爽！躲在车子后面被撞到，车子被我撞飞了。行，我看看还有什么招式。啊，这个好像是可以抓飞弹是吧？来抓一下飞弹，来啊，赶快射我啊，在这里啊，拍一拍，集中火力好不好？你们这些弱鸡啊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看到没有？抓到了的飞弹啊！塞他屁股，不，我等一下再试试看，来抓一个，哎呦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来，来来来。我要挑哪一个人塞呢？就是他，去！哎呦，又来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就你了哦，啊 ，OK， 所以他没有瞄准到人的话，直接对车子，还可以指定发射某个地方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不要躲后面，就是你，不、哦。看看还有什么招式啊？这个是丢石头是吧？来，哎呦，超大颗的，不好瞄准啊！哎呀，他抓起来直接丢了，哎呦，踩蚂蚁一样啊！哎呦呀，你们这些警察很弱啊！喂，这石头居然还会弹起来！我要想打个直升机，直升机居然飞过头了，直升机，哎呀，哇，好瞄准了啊！对，他还可以抓两个人是吧？这还没有膝盖，哇，好多番茄酱，哦，直接瘫软了，就是你啊，不要跑，他不去啊，把他丢掉他。来是抓两个啊！哎呀，嘿，哇，超级疗愈啊！去哪里啊？去哪里？哇，好多警察对着我射啊！给力一点好不好？哇，一次飞走两个。哇！变身啦！我，我这好像是拿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晕掉了，晕掉了，来帮你抬起来，去吧！还有你啊，还有你，对。哦，所以他的怒气减少的时候就恢复到一般的状态，去吧！哎呦喂，哎呦哎呦，我们直接对打这个钢铁人的，哎哇，他好强！我怎么被打爆了呢？哇，他的大招使出来了！
哇，无限翻滚！来来来来来，哎呦哇，太扯了吧！你在打，打得好远啊！哎，过来啦，快下去！哎，哇，没有打到他，再哦，哇，哈哪里的啊？不知道怎么对付你了，把你抓起来！哎，抓起来就不会动了啊！这魔族太无敌了，我就这样对付你就好了、啊。一摔啊！哎，这边他没有挂，你看他飞起来，来再来啊，啊再来，再来啊！乖乖的秀石，还活着，哎，爆喽！你不要挣脱我啊，丢远点了，不见了他，我看他是什么。好，来丢石头看看，他飞过来，飞过来，飞过来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只敢远距离射我，哎呦，拿双刀呢？去哪里啦？给我回来！他挂了是不是？他挂了啦！他好弱，才刚打第一场而已 ，round one 而已。Oh yeah！抓女警，来来来，另外一个过来。哦，哈哈，继续叫，我在尖叫还是干嘛？这枪可以指着我啊，这样子还蛮疗愈的。哎，我怎么不叫了？我怎么叫了？是不是不叫？叫，哎呀，不好玩。哦，再来什么？哦，当然啦、啊。合体的蜘蛛人蛋，还有蜘蛛人的模组可以用啊！来了，蜘蛛人招式，哇，这手也太长，这手也太长了吧！经典的招式全部粘在地上。什么？哎，你就推着走啊，太大只了。什么？快走！哎。警棍交出来，哎、欸，没武器了，没武器，别追着我打、啊，要追要追，来照来照啊，来照，哎、欸，再来，喷的满脸都是的，哎，不要躲起来，不要躲起来，是吧？来来，哇，整批的，全部粘在地上，来吧，地板动作。哈哈，好疗愈的，这还有两种不同的功能啊！躲在哪里呀、啊？打直升机看，哇，可以可以哦！来来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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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！好了，我们的模组就要到这边了。喜欢帮我按个赞啊，帮我多多分享一下。先这样啦，各位，拜拜。